车灯问题找郁金光。今天我们讲一下这一台2013年的 RT10.5 代。车主对这个车主要用途就是上下班和平时郊游，但是因为亮度不足，然后再加上灯罩很雾化，他完全没有安全感，所以找到了我们。车主本身呢是有装 HID 的鱼眼，但是因为鱼眼已经雾化，然后再加上灯罩黄化，透光度很差，所以亮度确实是不理想。最后我们就是决定帮车主更换鱼眼，提升亮度，灯罩部分呢也会顺便帮他换掉，来提升美光度。OK， 现在我们这一台RT10.5施工完成，外观部分的话，我们灯罩有换全新，然后光圈部分有加冰蓝色的光圈，所以它整体外观有提升很多。再加上我们的3寸大鱼眼和5500K 的灯泡，那亮度和切线都是非常完美的。然后如果你想要看其他车种的话，欢迎在底下留言点赞，谢谢。